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英特尔，欢迎观看新的一期 FE2017。这一期我们游戏视频比较简短，是因为这一期视频是一个计时赛。本周末即将 FE 举办这个意大利站，所以我也是用法拉利车队的维特尔来模拟了一下。最终这个我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分24秒581单圈，然后是超这个老外叫 Thomas 吧，是一直是超不过，他是1分24秒457，稍微差一点，但是他是开辅助的，辅助全开的，我是没有开刹车辅助，还有防 boss 辅助，是开了一个中级的牵引力辅助。好，废话不多，我们直接进入录像。